欢迎收睇《警方讯息》，我系丛容烟，钟容毅。在庚子年，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世界的时候，第一次同大家见面，祝你找到一份身体健康、随心所欲的工作。系咪呃人噶？点会冇可能呢？在面对已知的危险，我哋是有权同危险保持住半只游轮咁远的距离。即是我而家用呢一种声量对住救护车嗰边讲 ，Hello。他們是看不到的。Hello! Hello! 至於面對那些未知的危險，我們任何一位同事都可以穿上這種可以抵抗生化武器襲擊的裝備。這套保護衣在武漢很多醫護人員可能連摸都沒摸過的。加上消防員、民安隊駐守隔離營，肩負起應變的任務，社工就会负责运送生活物品入去隔离营俾隔离人士，电话遥控监察强制检疫人士嘅工作又有学生义工代劳。喂，陈伯，你喺边啊？我喺屋企。咁嘈嘅？诶，唔系你我啊？你有冇戴口罩噶？有啊有。你快啲翻屋企啦！哎，知啦，是咁啦。依家仲取消徒步巡逻，唔使行必，将当值时暴露喺空气之中嘅机会减到几乎零啊！除咗有效抗疫之外，仲可以抗衰老添。另外，最新优惠登场，当值时使用政府车辆作私人购物及速递用途。落咗间，冇晒头盔、眼罩、防毒面具、护甲、伸缩警棍、胡椒喷雾、点山八、曲尺、雷鸣灯、AR-15、水炮车保护，咁出街食饭会唔会好唔安全噶 ？Champagne， 唔使担心，隔离房嘅热心市民会保护你噶嘛，仲唔快啲加入我哋？喺结束讲拜拜之前，请大家留意一下，喺过去几个月有几组怀疑可能或者是冒认我们的人，用我们惯用的手法，在获得受害人的信任之后，给他们入屋搜身，最终招致财物的损失由几万元到21万不等，请大家务必要留意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